将来伊的去处又搁是在倒位，所以咱这个节目啊，啊叫做迈向快乐的音乐家园，啊，因这个节目，咱就咱个头拄啊对过第三点，大家明显出来，啊，就是讲一贯地主将来拢是闺蜜的惯俗。那么为什么一贯地主将来归这个蜜的惯俗呢？当然要伊的因缘，甲伊的主要理由。那么头拄来讲，现在是这个千门万道做法的时阵，每一个法门拢是讲伊是正宗，每一个法门拢讲伊是殊胜。但是一旦提出经济出来无，一旦有真明确，初佛到二佛，啊二佛要到三佛，伊这个传承的证据提出来无，拢是家己安尼，家己自称讲家己是啥物做啥物做安尼，家己是啥物个，所以今仔日个咱。一贯真理很多啊，绝对是各位予咱有信心，因为这伫个佛经记载2500年前，伫这个二佛甲三佛伊个交接，伊个所在就用得着，伊个所在伫摩顶受记，就已经该受付2500年的代志啊。哦，所以这绝对咱就站得住脚。哦，所以今仔日这个迈向快乐蜜的家园啊，要向咱各位来报告。第一点就是天龙传承蜜的英文。天命的传承命的英文，那么伊其他有真侪这个外来，对咱无了解的人，听讲咱一贯都做事是命的运，那么咧，伊就开始来提了命的下生经一句话来。一个命的是无得来一七千万鸟，这下任何提大众生。所以现在来讲，我的英文是错误，但是呢，因为咱不是要在烧钱，也不是要在变，咱是只有要来坚定咱家己，希望咱家己正是听了这句话，咱嘛，确实个明白，你的上升间记载个非常的清楚，啊，就是讲嘞，就失去了力量后，马上归你的多数，你的多数话对。多处五十来一七千万年，咱这个是努力下任务地大将军，又不是讲五十来一七千万年后努力多处来捣乱，所以当这个论家的人，伊是家己看也无真清楚，所以咱绝对站得住脚。哦，所以伊这个详细点来咧记载。那么我今仔日提来，含咱各位来互相探讨两本经，拢有安尼记载。第一本就是这个《大宝积经》，摩诃迦叶会内底。有一段是安尼来记载，啊，伊讲：汝时世尊即身有手，犹如金色，微妙光明，无量恶之境界，善根所及，其枝状色如莲花，依摩尼力变，即如是然，汝力我护着汝，当来世何五百岁，正法的时，汝当修何佛法正果，莫令断绝。那么有这个原文，各位，这就是咱的一个真正较交代的所在。哦，就是讲嘞，世尊在2500年前咧讲道是讲到有当伊个救出，啊呐，伊个右手，哦，救出这个右手出来啦。伊讲犹如金色，这个右手发出来跟金色的，什么金色的？是因为释迦的伊无量恶趣增加出来神经，所以出的这个手。所以就是这个手的微妙光明。那么这个天台啊，亲像莲花。哦，伊讲手指如莲花，就是来摸这个蜜的顶，哦，比较摸顶，比较受记，就来讲啊，讲蜜的，哦，我护着你，我起码就甲这个未来天恩，甲你护着你啊，护着你。但是当来是何五百岁的时阵，正法的时，你当然就是你爱来修护，把它全部不能断绝啦。那么底下我们各位先来解释，什么叫做何五百岁？何五百岁？就是因为你这个释迦佛啦，伊了解未来，伊涅槃以后啊，这个正法的行衰，伊就会分成五段，一段拢五百年。第一个五百年叫做解脱坚固期，也就是慧学坚固期。就是讲，你当中大家离佛近，一旦接受到佛的引导，也无必要走进去。虽然说接佛的引导，按无去修拢会成道，所以叫做解脱坚固期，也叫做。慧学啊，智慧的慧，慧学的坚固。那么经过五百年后呢，已经
二窟已经五百年，所以那个五百年中间呢，大家咧透过禅定，透过禅定，才有通来体会到到底当时世尊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。所以这个是伫释迦佛归讲五百年到一千年中间，这样子呢，大家咧拢中伫咧学禅定，这个所在，你就体会了一切的这如来心法。所以，到今啊目前第二个问，还阁有人伫咧讲啊，你一贯道吼，无咧做啥，你唔对啦。其实我来讲，咱讲这句话人伊唔对，伊落伍一千五百年，已经落伍一千五百年。因为这条是五百个一千内底，这两种是相当坚固。于是，世尊即身有手，犹如金色，微妙光明，无量恶之增劫，善根所及。其之将实如莲花，以摩尼力变，足如是然。汝力我护着汝，当来世何五百岁，正法的时，汝当修何佛法正报，莫念断绝。那么有这个原文，各位，这个是咱的一个经典较交代的所在。哦，就是讲的，世尊在两千五百年前咧讲道是讲到有三伊的救出，啊呐，伊的右手。哦，就是这个有秀出来啦，一种如如金色，这个有秀发出来跟金色的，什么金色的？是因为释迦的伊无量而去增加一脉神经，所以就比这个秀，所以就比这个秀的微妙光明。那么这个天台啊，亲像莲花，哦，一种秋季如莲花，而是来磨这个泥的变，哦，比较磨变，比较秀气，就来讲啊，讲泥的。哦，我护着你，我即马就甲这个未来天恩，甲你护着你啊，护着你。但是当来世何五百岁的时阵，正法的时，你讲跟这个你爱来修护，把它全部不能断绝了。那么底下要问各位，先来解释，什么叫做何五百岁？何五百岁？就是因为你这个释迦佛啦，伊了解未来，伊咧看以后啊，这个正法的形衰，伊该分成五段。一段拢五百年，第一个五百年叫做解脱坚固期，也就是慧学坚固期，就是讲你当中大家离佛近，一旦接受到佛的引导，也无必要走进去。所以当中接佛的引导，按无去修拢会成道，所以叫做解脱。经过五百年啊，已经离佛已经五百年啊，所以这个禅定，它会禅定，所以这个是跟在高。三公尊大公在公三公请自己慈悲提大公尊大公啊，各位姐妹们，大家先生好啊，我叫你各位教授，啊，各位前辈，大家好。今日来西港是非常的紧啦吼，啊，这个今日紧呢是咱每一个月一次的这个体验班，啊，所以讲一个月一班呢，啊，如果去到体验班，是肯定会好个啊。那么啊，咱点粉丝啊，哦，因为了咱泰国国的车辆呢，啊，咱是。有这个课程要来落实，所以点粉丝呢，啊，真早呢，啊，已经过去泰国吼，啊，所以伊呐，